首先这个呢先检查一下配件够不够，像这种七零盘啊光源扳手呢自己准备好一把，然后这个铁圈套中间的两个灯罩分体的，然后这个是装上去的啊，配件没有问题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组装了。上面这个灯头是挺好的，然后把这三个你看这样叠到一起以后，再把这个灯头给它从下往上串就可以了，串起来用这个六角母把它拧进去，用手拧了差不多紧之后，用这个扳手给它加固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剩下这个吸顶盘，这个叫吸顶盘的，电工自己知道的，常规的东西。